姐妹们，给你们推荐一个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的帆布包，这个也是之前被好多网红小姐姐给种草的，我现在终于对它下手了。看它这个设计，看起来简约又不简单，而不失时尚的感觉。这个平常咱们出门的话，你就拿它当一个包包背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而且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偏硬一点的，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，不会说你装上东西了之后软塌塌的，看着一点都没有型。你看我这个里面装了好多好多的东西，你不要看这个包的个头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的容量真的很多，这里面能装好多好多东西。你看我这个啊，有这个水杯。手机，还有带的小零食，还有出门必备的纸巾，还有咖啡，什么都有啊！我这简直就是一个小百宝箱。护手霜，这个发夹，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夹一下，还有这个粉底，里面还有这些小零食，还有我出门必备的西梅。这个容量真的很大，咱们就算平时你拿它当一个收纳袋用，这个容量也是够用的。平时咱们领孩子去公园玩啊，你这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，尿不湿啊、水杯啊、湿巾啊，这个容量是通通够用的。主要是这个价格咱们能买到这个质量的，真的特别的合适。主要是这个质地它真的很好，而且它这个样子是真的很好看。即使平时咱们穿一身休闲的衣服，你拿一个这个，我感觉也很能增加咱们的时尚感，而且它真的特别的实用。我觉得主要是它的价格真的太羊毛了啊，我都没有敢想十几块钱能买到这种质量的，而且还这么的好看，特别的有文艺范儿。你看黑色的还有这个颜色的都好看，这个我建议咱们多买两袋。